所应论语云：四不受命而获直焉。广雅云：直立也。孔安国著尚书云：直身也，身资或财力。老子曰：志志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身相闻，民革甘其食，美其富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，必用此为物。晚近视徒明耳目，则积无形矣。助正义因王，助所引晚因晚，古字通用。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无不知矣。至若诗书所述于下矣。来，耳目欲及声色之好，口欲穷除患之味，身安逸乐而心夸，今亦能知容始。俗之见明久矣，虽互说以秒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应之，其次立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著所引上音妙，下如字。夫山西饶才竹古茹毛玉石，山东多鱼盐。七丝深色，江南出紫姜桂金溪连丹。沙溪橘茂珠鸡齿格，龙门结石北多马牛羊。PG 2257。毡球金角，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细致，此其大教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尧俗废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呆农而食之，愚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争其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见之珍贵，贵之真见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。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照而自来，不求而明出之，岂非道之所服而自然之厌邪？注集解徐广曰：注属可以为不，所引上因古有因狗古牧民皮可为止，如山中住可以为布，因如住因住金山贤也住，亦作住住所引男子二因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因莲千枝未恋者，所引下因莲。注正义龙门山在绛州龙门县，碣石山在平州卢龙县。注所引颜如稚戏子，往往有之。正义言出铜铁之山方千里，如为戏之志也。管子云：凡天下名山5270，出铜之山460。七出铁之山3609。山上有者，其下有铁；山上有铅，其下有银；山上有银，其下有丹；山上有磁石，其下有金也。注所引因角，大教有大略也。注所引真者，求也。为此处物见，求彼贵卖之。注所引道之福，福为何于道也？周书曰：农不出则伐其食，工不出则伐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鱼不出则财匮少，财匮少而山则不辟矣。此四者
民所衣食之源也。源大则饶，源小则先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与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风于盈丘的戏辱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工及技巧通于言，则人物归之，强制而服凑。故其官代衣履天下，海代之。PG 2258。贤敛媚而往朝焉，其后其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而管氏亦有三归，未再培臣附于列国之君，是以其富强至于威宣也。注所引下音辟，辟开也，通也。注所引音语，言贫富自由，无与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戏音习，戏辱贤的也。注所引言其既富饶，能官代天下，封后辈于他邦，故海代之贤敛兼而朝其言趋利者也。注正义管子云：轻重为前也。夫治民有轻重之法，周有大府、御府、内府、外府、全府、天府、直内、直经、直弼，皆掌财币之官，故云九府也。故曰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礼深于有，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事其利。渊深而鱼深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人亦富焉。富者得意一张失，亦则克魔所知，以而不乐，以敌亦胜。晏曰：千金之子不死于世，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世之君，上游患贫，而况匹夫边户之民乎？习者越望勾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既然。既然曰：知斗则修备，实用则知物，二者行则万祸之情可得而观矣。故遂在金、壤、水、毁、木、鸡、火、旱。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理也。六岁壤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大饥。夫跳二十病农，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，下不减三十，则农末俱利，平跳其物，官事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积者之理，物完物，无习弊，以物相贸易。腐败而食之或物流，无敢居贵。论其有余不足，则知贵贱贵。 PG 2259。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财必欲其行如流水。修之十年，国富，后路战事，事复始时。如渴的饮，遂暴强如，官兵中国，称号五霸。
注集解徐广曰：既然者，范蠡之师也，名晏。故晏曰：晏桑心算。因按范子曰：既然者，葵丘图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子，其先晋国王公子也。长男游于越，范蠡师事之，所引既然，为昭云范蠡师也。蔡伯云里所著书名既然，盖非也。徐广义以为范蠡之师。名言所谓言桑心计也。范子曰：既然者，葵丘图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，其先晋之公子。南游越，范蠡视之。吴越春秋谓之季弥。汉书古今人表既然列在第四，则弥之语。言是一人，身相近而相乱耳。著所引食用之物，按言之食所用之物。著所引五行不说土者，土壤也。著所引国语大夫种曰：古人汉资舟，水资车以呆也。著所引言米贱则农夫病也。若米豆植久食，则伤不病。故于病末，末未逐末，即伤不也。著所引因张吕反。著所引无习弊。久停其货物则无利。著所引夫物即贵必贱，即贱必贵。贵出如粪土者，即极。贵后恐其必贱，故乘时出之如粪土。贱取如珠玉者，即极贱。后恐其必贵，故乘时取之如珠玉。此所以为祸止也。原著孔错。范蠡既学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既然之策七月用。其五而得意，既以失于国，无欲用之家，乃乘扁舟浮于江。PG 2260。胡便名异姓，视其为吃鱼子皮，知陶为诸公。诸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乃至产积居，与食足而不责于人。故善治身者，能责人而任食。十九年之中，三至千金，再分散与平交疏昆地。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。后年衰老而听子孙，子孙修业而习之，遂至巨万。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。注集解汉书音译曰：特州也。所引贬音篇，又音符铁板符前云特州也。国语云：范蠡乘青州。注正义国语云：勾践灭吴，反至五胡。范蠡辞于王曰：君王免之，臣不复入国矣。遂乘青州，以伏于五胡，莫知其所终极。注所引大言曰：若乘久者吃矣也，用之则多所容纳，不用则可卷而怀之，不侮于物也。按韩子云：吃鱼子皮是田臣子，臣子去其之宴，子皮乃从之也。盖范蠡也。著所引符前云：今定陶也。正义扩地志云：
及桃山，在其州平阳临县东35里，桃山之阳也。今南五里，犹有诸公仪。又云，曹州济阳县东南三里有桃诸公仪。又云，在南郡华容县西未详也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逐时而居或。所引为朝雨，随时逐利也。注所引案，未则人而与人不复之，故云不则于人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万万也。子干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魏，废者欲才于曹鲁之贤。七十子之徒，赐罪为饶矣。原县不厌遭矮，逆于穷巷。子贡结四连旗，数伯之弊以聘享诸侯，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。礼夫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PG 2261，此所谓的一而一章者乎？注集解徐广曰：子干传于废居者犹居也，者独应如注所引者应注。汉书亦作注，注犹居也。说文语注基也，注所引燕宝也，白圭中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物尽地利而白圭乐，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夫遂属取故，与之思妻简。初取伯婿，与之时，太阴在卯，攘民遂衰恶。至武汉，民遂美；至酉攘，民遂衰恶；至子大汉，民遂美有衰；至卯积者虑遂备。欲长前取下谷，长食豆取上种，能饱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同仆同苦乐，驱食若猛兽至鸟之发，故曰：吾志生产，由伊尹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志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人不能以取与强，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无术，终不告之矣。盖天下言至生祖白圭，白圭其有所事矣，能事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注所引案，汉书时获至李悝为魏文侯，作尽地利之教，国以富强。今此即汉书言客皆物也。刘向别录则云：李悝也。注所引魏古，注正义太阴，遂后二臣为太阴。注正义注律二阴，一顿用故言起，而邯郸郭纵以铁也成业，与王者列父。注集解孔从子曰：伊顿，鲁之穷士也。耕则长饥，桑则长寒。闻诸公父往而问数焉。诸公告之曰：子欲速父。PG 2262。当处五字。于是乃是西河，大畜牛羊于一世之南，十年之闲，其息不可计，资米王公，驰名天下，以心付于一世，
故曰一顿。所引故因故。按周礼言人于共苦言，杜子春以为苦毒。如故，故谓出言直用不练也。一说云故言，河东大言，散言。东海主水为言也。正义案，一是蒲州县也。河东言池是其言。作其若种就一。其天雨下，池中咸淡的君，及犬池中水上汉中，深一尺许拧坑。日报之五六日则成，言若白矾石，大小如霜露及木细，则呼为其言。或有花言，原黄河言池有八九所而言。周有乌池，游出三色言，有景言其言花言。其池中藻井深一二尺，去泥及道言，掘取若至一丈，则这平时无言矣。其色或白或青黑，名曰井言。其言若河东者，花言池中雨下，随而大小成言，其下方为空，上头随雨下池中，其低高。其若塔子形处曰花言，亦曰即成言焉。池中心有泉井，水淡，所作池人马径及此井。其言四分入官，一分入百姓也。池中又凿的岩块，阔一尺余，高二尺，白色光明洞彻，年共之也。乌是裸畜牧，及西赤脉，求其增物，咸献于戎王。戎王十倍其长，与之处，处置用谷量马牛。秦始皇帝令裸比封君，以食与列臣朝请。而巴蜀寡妇亲，其先得丹穴，而善其力数事，家亦不资。亲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才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征妇而克之，为助女怀青苔。夫裸比人目长，亲穷乡寡妇，礼抗万乘，名显天下，岂非与妇邪？注集解为昭曰：乌氏县名，属安定，裸名也。PG 2263。所引《汉书》作裸，按乌氏县名，是因之名裸，因怀也。正义县古城，在荆州安定县东四十里，裸名也。住所引为畜牧及至西多之时，住所引为赤物脉之以求其物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贤一座坚，不以公正位之坚也。所引按贤县游丝县也。注所引十倍其当，与之处，为戎王长之牛羊十倍也。当自汉书作长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满谷则具不复数。所引谷音喻。注所引汉书八寡妇亲。八寡妇之意，亲其名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茯苓出丹，正义扩地至于寡妇。青苔山俗名真女山，在福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也。注所引案为其多，不可资量。
正义因子而反。言资财稀多，不可自量。亦云轻多以财享于四方，用为其业，故财亦不多积聚。汉兴，海内为宜开官粮，持山泽之境，是以富商大甲州。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，而喜豪杰诸侯强族于今。十，关中自迁雍以东至河华，高壤沃野千里，自余下之贡，以为上田，而公刘士兵，大王王继在齐，文王作风，武王志稿，故其名犹有先望之遗风，好架色，直五谷的众，众为邪。及秦文孝得谋居庸，系某属之货物而多假。现孝恭喜利益，利益北却戎狄，东通三晋，亦多大假。五孝昭至咸阳，因以汉都、长安、朱陵四方符奏并置，而贵的小人稀，故其名亦顽巧而是末也。南则巴蜀，巴蜀邑沃野的饶爬江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。南 PG 2264玉颠帛，帛铜。西晋穷则则马牦牛，然四塞栈道千里，摩索不通，为裸鞋挽骨其口，以所多亦所先。天水陇西北地，上郡与关中同俗，然西有羌中之力，北有戎狄之处，处目为天下饶，然的一穷险，为京师要其道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稀不过十三，然量其富，时居其六。住所引严重根斩也，住所引重因主垄反，重者难也。谓言罪不敢为，奸邪正义重病主垄反。言关中的众后，民亦众难不为邪恶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细者咸恐也。的居陇属之咸要路，故曰细。所引徐氏云细咸恐也。细者陇雍之咸前细之地，故云雍细也。正义雍县，其州雍县也。注所引因故，注集解徐广曰：在公义。所引上阴要及利阳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阴之，应之也，子赤色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穷都出铜，临穷出铁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在汉中，所引言裸鞋道狭，挽其道口，有若车骨之凑，故云挽骨也。注所引一音义，先音显，言以所多益其所少。注正义要音邀，言要数其路也。习唐人都河东，殷人都河内，周人都河南，夫三河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，王者所更居也。建国各数百千岁，土地小侠名人稀，都国诸侯所聚会，故其俗欠简其事。阳平阳城西甲秦敌，北甲种代，种代石北也，地边
胡数被扣。人民经济治好气，任侠为奸，不是农商。然破尽北夷，失女即往，中国伪书时有其限，其名节仪不均。自权尽之时，故以换其票汉，而武陵王亦立之，其尧俗有有诏。PG 2265。之风也。故阳平阳城怨其贤的所欲。温指西甲上党，北甲诏中山。中山地薄人稀，拥有沙丘昼营的渔民，民俗宣集，养鸡立儿时，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起则香，随追飘，秋则绝一座巧间也，多美物，为畅忧。女子则鼓鸣瑟，战喜，二邻游媚贵妇，入后宫，媚诸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尧都晋阳也。注正义盘根都阴虚的属河内也。注正义周自平王以下都洛阳。注所引阳平阳二义名在赵之西。臣盖演字以下有阳平阳臣愿此因演也。言二义之人皆悉甲于秦。敌北甲于种代。种代在十义之北也。注正义甲阴谷。秦关内也。敌齐石等州部落基也。燕隋营三州皆白狄所居。注正义上之勇反。仲在衡州时邑县北，盖魏州也。代今代州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时邑县也，在常山。注集解晋卓曰：济阴凯，至阴间至。赞曰：济阴凯，今北土名强直为济中也。所引上阴济，下阴至。注所引上阴积，下阴阳战反。其县为其有余演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宜阴四，亦阴求己反，皆见阳明。所引皆阴己歌反。宜阴辞既反。徐广云宜阴四，皆见阳也。其方人性若阳，见汉而不均。注所引愿因竹园反，臣愿由金银持竹也。注所引二县名属河内，注正义则陆等州也。PG 2266。注正义洛州即定州。注集解晋卓曰：炎帝薄人稀，犹复有沙丘昼营的渔民，通隙之于迎风而言也。正义沙丘在行州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轩即也，阴卷一座，轩一座，会也，阴轩也。所引轩阴卷宣阴宣。注所引追即追反，追杀人而飘掠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古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美一座弄一座追。注二名集解徐广曰：战阴铁。张燕曰：战起也。赞曰：灭根为战也。所引上阴铁，下所起反。然邯郸一章，何之贤亦都会也。 P
北通燕桌，南有镇魏。镇魏俗与赵相类，然晋梁鲁为众而精竭，仆上之。亦喜野王，野王好气任侠，谓之风也。著镇一名水，本名张水，邯郸在其地。著籍解徐广曰：今一座物。著籍解徐广曰：魏君剿袭野王，镇亦擒拔魏濮阳，徙其军于怀州。野王夫燕一伯，皆知贤一都会也。南通齐、赵，东北边湖。上古至辽东的绰远，人民西数被寇，代与赵、代俗相类。而民雕汉少绿，有余言早立之饶。北临乌桓、夫余，东莞、会合、朝鲜征番之力。驻镇亦渤海，碣石在西北。驻所引刘氏上因卓，亦因教反，亦远腾往也。PG 2267。驻所引人雕汉，言如雕姓之结汉也。驻所引灵，一座灵。灵者，亦却备之意。他并类此也。住所引东莞会末，按莞者，莞统其要经，则上于林者，未却备之。住镇一番阴潘，洛阳东甲齐，鲁南甲梁楚，故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其代山海高壤千里，以桑华，人民多闻采不薄于言。临淄一海带之贤一都会也。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好议论的众，难动摇，且于西斗，勇于持次，故多结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具五名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其世家曰其字泰山属之狼邪，北背于海，高壤二千里，其名阔达多逆志。注籍解福前曰：是农商公甲也。如淳曰：有子乐，其俗不复归，故有五方之名。而邹、鲁、兵、朱、四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如备于米，故其名绰绰。颇有桑麻之叶，无林泽之饶的小人兮，俭色畏罪远邪，及其衰好假趋利，甚于周人。著所引绰因侧角反，又因侧引反。夫自鸿沟以东，芒砀以北，蜀据也，此梁宋也。陶睢阳亦一都会也。其尧作游于城阳，舜于雷泽，汤止于亳。其俗犹有先望遗风，众后多君子好驾色，虽无山川之饶，能恶衣食，致其续葬。PG 2268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在荥阳。注籍解徐广曰：今为临淮。注镇亦运州据也县，在有据也则也。注籍解徐广曰：今之郡夷。镇亦鸿沟以东，芒砀以北至巨野，梁宋二国之地。注籍解徐广曰：今之定陶。镇亦今曹州。注镇亦今宋州宋城也。
注集解如纯曰：作起也。陈阳在定陶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在陈阳。正义则在雷泽县西北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今梁国薄县。正义宋州古熟县西南。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市也。越楚则有三俗。夫自淮北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，此西楚也。其俗飘轻，易发怒，地薄，寡于积聚。江陵故引东，西通乌巴，东有云梦之饶。臣在楚夏之交，通于言。知或其名多假。徐同曲律，则顷刻今即诺。助正义越灭吴，则有江淮于北；楚灭越，兼有吴越之地，故焉越楚也。助正义沛，徐州沛县也。陈，今陈州也。汝，汝州也。南郡，今荆州也。沿从沛郡西至荆州，并西楚也。助正义荆州江陵县故为引楚之都。助正义乌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。助集解徐广曰：在华容。助正义下都阳城。沿城南则楚，西及北则夏，故云楚夏之交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皆在下邳。正义取阴丘，绿阴闾。批之2269。徐姬徐臣，故徐国也。同取绿二县，并在下邳，今四州。注正义上阴纪。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其俗类徐、同、渠增以北，俗则齐。浙江南则越。夫吴自何如？春申、王、毕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，东有海盐之饶、张山之同、三江。五湖之利，亦江东一都会也。助正义彭城，徐州至县也。东海郡，今海州也。五苏州也。广陵、扬州也。沿从徐州彭城立扬州至苏州，并东楚之地。助正义渠，其俱反。现在海州，故增现在宜州之城县。沿二县之北，风俗同于齐。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，是南楚也。其俗大类西楚。引之后喜寿春，亦一都会也。而合肥受南北。朝皮革报木书会也。与闽中赣粤杂俗，故南楚好词巧说少信。江南卑诗丈夫早夭，多竹木。豫章出黄金，长沙出莲，西然景景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废。九夷苍梧以南至丹耳者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阳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会也。诸鸡西橘茂果不知奏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都诸诸县属江夏。正义故诸城在潭黄州东南120里。
助阵一九江据都阴陵，阴陵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六十五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高地所至，江南者，丹阳也。秦志为 PG 2270。张据武帝改名丹阳。正义案徐说非。秦志张据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，张据故城是也。汉改为丹阳郡，喜郡宛邻今宣州的也。上言无有张山之同，名是东楚之地。此言大江之南域张长沙二郡，南楚之地耳。徐培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，物之甚矣。注正义经洪州也。注正义经潭州也。十三州至云，有万里沙磁，而西自湘州至东来万里，故曰长沙也。淮南衡山、九江二郡及江南域，张长沙二郡并为楚也。注正义楚考烈王二十二年，自成其都寿春，号之曰隐，故言隐之喜寿春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在临淮，正义合肥县泸州治也。沿江淮之潮，南北俱至泸州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鄱阳有之。正义扩地至云江州。浔阳县有黄金山，山出金。注正义阴井。注集解应少曰：井少也，更长也。言金少少耳，取之不足用，故废用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山在营道县南。注正义经丹州在海中。广州南去经七千余里，沿岭南至丹耳之地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扬州之南月明多烟。注正义潘于二阴经广州。注集解为昭曰：果为龙眼，离之之属不隔不颍川南阳下人之居也。下人镇上州府，犹有先望之遗风。颍川敦远，秦末世千步轨之名于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云关，东南受汉江淮。PG 2271。晚意一都会也。俗杂好事，业多假。其任辖交通颍川，故至今谓之下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与居阳狄，正义与居阳城。颍川南阳皆下的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按汉中一座与字，所引云阴与正义五官在商州。地理至云宛西通五官而无云关，盖云当为浚。浚水上有关，在荆州浔阳县。徐按汉中是也。浚亦作浔，与云相似也。夫天下物所先所多，人民谣俗，山东食海盐，山西食盐卤，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，大体如此矣。注正义为西方贤的也。
兼且贤，即出食言即迟言。助阵亦未迟，汉之北也。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，半道耕鱼，或火耕而水漏，果随裸蛤，不带甲而足的易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已故。子与偷生，无饥惧而多贫。是故江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以泗水以北，已无古桑麻六处的小人稀。树被水旱之害，民好处藏，故秦、夏、梁、鲁好农而重民。三河、宛、陈亦然，家以商贾。其照射至巧，养鸡利。燕待田畜而视残。注及解徐广曰：乃垢反，除草也。正亦言风草下种，苗生大而草生小，以水灌之，则草死而苗无损也。No， 除草也。注及解徐广曰：地理制作裸，所引下阴土果反，注裸阴狼果反。正亦随今为麦阴同上古少字也。裸 PG 2272。立何反？果麦由麦蝶包裹也。今楚越之俗尚有果麦之语。楚越水乡，足罗于边，民多采捕积聚麦蝶包裹，煮而食之。班固不晓果麦之方言，修太史公书述地志，乃改于果裸。裸蛤非太史公意，班氏师之也。注正义假因故，言楚越地势饶食，不用他假而自足，无饥馑之患。注及解徐广曰：因子自欲苟且堕懒之谓也。因按应少曰：子若也。晋卓曰：与并也。所引上因子，下因与，苟且懒惰之谓。应少与子若也。晋卓曰：与并也。正义按食罗蛤等物，故多羸弱而足病也。淮南子云：古者民食裸芒之肉，多疹毒之患也。注正义言：江淮以南有水族，民多食物，朝夕取给以偷生而已，不为积聚，乃多贫也。由此观之，贤人深谋于郎庙，论议朝廷，守信死节以居言。血之士设为民高者，安归乎？归于父后也。是以连立久，久更富。连甲归父。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具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居功臣先登，现政却敌，斩将千骑，前盟史实，不必汤果之。难者为重赏食也。其在于向少年，功飘追埋，结人作奸，绝一柱壁，任侠并肩，借交报仇，窜逐幽隐，不必法禁，走死地。如物者，其实皆为才用耳。今夫赵与正基，设形容，谢民情。于长妹聂力喜，目挑新招，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赴后也。游贤公子，是关键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荣也。
亦舍。余烈泛尘夜，冒霜雪，持坑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为的位也。薄细持竹，斗鸡走狗，作色相精，必真胜者，众师父也。一方诸实技术之人，交神即能，为众许也。历世舞文弄法，可张伟书，不必刀具之诸者，没余路一也。农工商贾处长，故求富亦惑也。此有之尽能所耳，终不余力而让才矣。PG 2273。注集解因案，归者取利而不停惑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物一作流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余因余孽一作战，战因吐邪反，喜因山而反，无喜也。注正一挑因田鸟反。晏曰：百里不犯桥，千里不犯敌。居之一岁，种之以谷；十岁，树之以木；百岁，来之以德。德者，人物之谓也。今有无志路之讽，决意之路而乐与之比者，命曰素风。风者十租税，岁律户二百，千户之君则二十万，朝觐聘享出其中。庶民农工商贾律役岁万席两千户，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遥，租付出其中。衣食之欲，自所好美矣。故曰：鹿地牧马二百匹，牛蹄脚千，千足羊，则中千足雉，水居千石于杯，山居千张之材，安邑千树枣，宴禽千树栗，蜀汉江陵千树菊，淮北长山以南，合计之贤千树丘，城下千亩七畦，鲁千亩桑麻，渭川千亩竹，及民国万家之臣，代郭千亩亩中之田，若千亩爬欠，千其将酒，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然是父给之资也，不亏市井，不行异义，坐而呆收，身有处事之义而取给焉。若至家贫亲老，妻子软弱，岁时无以祭祀禁具，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，如此不免耻，则我所必矣。是以无才作力，少有斗志，既饶真实，此其待今也。今至身不待为，身取给，则贤人免焉。是故本父为上，莫父次之，兼父最下。无言处其事之行，而常贫贱，好与仁义，亦足修也。著所引谓无决意之路，路至之讽，则曰素风。素空也。正一言不识之人，自有原田收养之给，其力比于风君，故曰素风也。PG 2274。注正义音律。注所引千户之意，户率二百，故千户二十万。注所引席两千，故百万之家亦二十万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五十匹。所引案马有四足，二百匹有五十匹也。
汉书则云，马蹄翘千，所记各异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，百六十七头也。马贵而牛贱，以此为律。所以牛足脚牵，按马贵而牛贱，以此为律，则牛有百六十六头有其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，二百五十头。所以为昭于二百五十头。注集解徐广曰，于以斤两为计也。所以悲因毕汉书作皮因披，正一言悲则养鱼，一岁收得千石于麦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，一作秋阴暗为昭曰，秋木所以为元阴秋，所以汉书作千章之秋阴秋，夫前雨章方也，如淳云，言任方章者千枚，谓章大才也。乐产于秋子木也，可以为元。注集解徐广曰，六胡四斗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，爬鹰之先知也。倩鹰倩，一名红蓝，其花染增赤黄也。所以爬鹰之先知也。倩鹰倩，一名红蓝花，染增赤黄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，千骑二十五亩。阴暗为昭曰，其有垄，所以为昭于列中，其有垄也，为五十亩也。刘熙注孟子云，今俗以二十五亩为小骑，五十亩为大骑。王义云，其有曲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，未据实，所以因曲略反。PG 2275。注正一言少有钱财，则斗智巧而求胜也。注正义既饶足钱财，乃逐实真利也。凡边户之民，富相食则卑下之，薄则未惮之，千则亿，万则铺，物之理也。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以士门，此言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通义大都，孤一岁千酿，西将千降，将千担，屠牛羊至千匹，半谷跳千钟，新履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千张，竹竿万节，骑摇车百乘，牛车千辆，木器机者千枚，铜器千钧，素木铁器若爬嵌千石，马蹄翘千，牛千足，羊至千双，铜手指千，金角单杀千斤，其薄絮细布千钧，文彩千匹，踏步皮革千石，七千斗，一六叶屈延尺千踏，台计千斤，邹千石，抱千钧，早立千石者三只，二灵狐，二一求千皮，高阳求千石，二二沾席千具，驼果菜千中，二三子带金钱千贯，二四节早会，二五贪甲三支，连甲五支，二六此一笔千乘之家，其大律也。二七驼杂业不忠十二，则非无才也。二八注正义酿千瓮，姑息醋云也。九姑
注集解释广曰：长景因所引西海千灿，咸江反。注集解释广曰：大阴风所引降千岩，夏都干反。汉书作丹，孟康曰：丹食阴，食阴受一时，故云丹食。一阴都烂反。注集解释广曰：出谷也，跳阴掉也。注所引岸，基数长千丈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洪洞方吕，张才也。九江作大，将长才曰张曹远。所引岸，将作大，将长才曰张曹远。PG 2276。洪虎恐反，动阴动，又病如字也。注集解释广曰：古贺反，所引竹干万节。是名云：竹曰个，木曰梅，方言曰节梅也。以礼礼记字为节。又功臣表杨锦入竹三万个，各节古今字也。正义是名云：竹曰节，木曰梅。注集解释广曰：马车也。正义摇音摇，说文语摇，小车也。注正义车一乘为一辆，风俗通云：相远即轮，两两而偶之，称两也。注集解释广曰：鸡因修七也，所引鸡者千，上因修为七也，千为千美也。正一言云：以七物为之鸡。又因许昭反，今关东俗器物宜在七者谓之烧七，即鸡身之转耳。今关西俗云：黑鸡盘、猪鸡盘，两义并通。注集解释广曰：三十斤。注集解释广曰：百二十斤为十。因按《汉书》音义曰：素木，素器也。注集解释广曰：翘阴苦调反，马八户也。阴料所引虚广阴苦调反，马八户也。阴料皮仓云：尻骨为八户。一曰液体，小言云：翘口也。体与口共千，则为二百匹。若故应则云：上文马二百匹，比千乘之家，不容易二百。则翘为九翘，通四蹄为十三而乘一马，所谓生之徒十有三是也。凡七十六匹马，按亦多于千户侯比，则不知其所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同奴婢也。古者无空手游日，皆有作物，作物须手指，故曰手指，以别马牛蹄脚也。注集解释广曰：踏阴土何反。因按《汉书》音义曰PG 2277。踏步，白蝶也。所引踏步。注阴土何反，大言阴土何反。按以为粗厚之。布与皮革同以时而称，非白蝶布也。吴禄云：有九真俊布，名曰白蝶。广志云：蝶毛之也。
朕亦言师古曰：粗厚之不也。其价贱，故与皮革同重耳，非白蝶也。踏者，厚之貌也。按白蝶木棉所织，非中国有也。著所引《汉书》作七大豆，按谓大豆，大量也。盐满量千豆，即金之千桶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或作台器皿有疑。孙叔然云疑。瓦器受豆六升何为疑？因疑所引盐尺千盖。下因疑孙焉反说文云：疑瓦器受豆六合以解此盖非也。按尚书大传云：文皮千合，则数两位之合也。三仓云：妥，甚言尺器，因他果反，则盖或妥之以名耳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因如楚人言计，计于与台于也。所引说文于台海鱼，因胎寄于隐而不食，刀鱼也，而雅谓之列鱼也。既因财而反，又因寄正一台因台，又因以说文于台海鱼也。既因其理反，刀鱼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邹阴哲伯于也。所引邹阴哲一，因左狗反，邹小于也。报因报不保反，今之邹于也。伯因扑伯反，按破报不相离谓之伯，而于自云报身类疾。运疾虽为此解，而邹生之自见与此同。按邹者小杂鱼也，正亦邹因足狗反，谓杂小鱼也。报白也。然台既以经论，报邹以千军论，乃其九倍多，故知台势大。好者邹报是杂者也。徐云邹伯于也。伯并各反，未破开。中头尾不相离为报，谓之伯观者也。此亦大于为之也。注二零所引案三之者三千石也。必三之者取类，上文故也。以早立见，故三之为三千石也。正亦为三千石也。PG 2278。言早立三千石乃与上物相等。注二一所引下阴雕也。正亦阴雕。注二二所引高阳千石，未称皮重千石。注二三所引果菜千种，千种者言其多也。正一中六湖四豆，果菜味杂，果菜于山野采取之。注二四所引案子未立席也，待因土待反。注二五集解徐广曰：藏因祖朗反马快也。因按汉书音义曰：贵亦是快也。节节物贵贱也，为孤快其余利比。千乘之家所引按节者，节贵贱也。藏旧因祖朗反，今因降藏者，渡牛马驮
云早快者，何事也？因古外板。淮南子云：断干木，晋国之大早。注云：干木，杜氏之魁也。注二六即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贪甲未当卖而卖，未可买而买，故得利少，而食得三。连甲贵而卖，见乃买，故食得五。注二七正义律音律。注二八正义言杂恶业，而不在十分中得二分之利者，非世之美才也。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，前人所以富者，令后世得以观则焉。蜀卓氏之先，赵人也，用铁也富。秦破赵，迁卓氏。卓氏见掳掠，独夫妻推免，行一千处。诸千虏少有余财，真与利。求近处，处加盟。为卓氏曰：此的狭薄，吾闻汶山之下沃野，下有蹲吃，至死不饥。民工于是一甲，乃求远迁。至之临穷，大喜，即铁山古柱，运筹策，清边蜀之民，复至同千人。天池涉猎，之乐拟于人君。PG 2279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卓一作闹。所引注卓一作闹，并因卓亦因闹。闹亦因泥闹，亦是性，故其有闹齿。汉有闹盖，与卓氏同出，或以同音闹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蜀广汉正义加盟，今立州县也。注所引汶山下上阴风也。正义问阴我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古敦自作尊阴暗。汉书阴义曰：水乡多吃，其山下有沃野灌溉。义曰：大玉正义敦吃玉也。言穷州临穷县，其地肥又沃，平野有大玉等也。华阳国至云汶山郡东安县，有大玉如敦吃也。注所引《汉书》云：运筹以甲颠，注正义颠一作举。《汉书》亦作颠池蜀今益州郡有蜀州，亦因旧名及汉江为名。江在益州，南入岛江，非汉中之汉江也。注所引《汉书》及《相如列传》并云：八百人也。陈镇山东千虏也，亦也注甲追季之名，复列卓氏聚居临穷。注所引追节之人，上因追季未通甲南越也。注所引列者，临畔言临相似。宛孔氏之先，良人也，用铁也为业。秦伐魏，迁孔氏南阳。大古柱，归卑池，连车骑，游诸侯，因通商贾之利，有游贤功。子之赐与民，然其淫得过当，越于欠色，家致富数千金。故南阳行甲进法，孔氏之雍容。注集解为昭曰：悠游闲暇也。所引未通赐予于游闲公子，得其名。
住所隐为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，既以得赐予之名，又蒙 PG 2280。其所得之银过于本资，故云过当，乃甚于细碎减色之假也。欠细也，方言于欠小也，月甚也，正亦因色色令也。言恐是连车骑，由于诸侯以资给之，兼通商贾之利，乃得由贤公子交名。然其通计盈利，过于所资给享宜之当，由有交由公子雍容，而胜于千枪也。鲁人俗俭色，而曹丙是尤甚，以铁也起，复制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孙曰：免有食，养有趣，世代行假寐郡国。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，以曹丙是也。著所引丙因丙也。著集解徐广曰：鲁献出铁，其俗见奴鲁，而刀贤独爱贵之，结侠奴人之所患也。为刀贤收取，使之逐于盐商贾之利，或连车骑，交手相，然月一人之终得其利，岂复数千万？故曰：宁绝无刀，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利。著所引上阴雕，姓也。显如字正一刀，丁尧反，姓名。著集解汉书音义曰：奴自相谓曰，宁欲免去作名有绝邪？将指为刀是作奴乎？吾发声与著所引按奴自相谓曰：宁免去求官绝邪？曰：无刀。无刀，相指之词也，言不去，只为刀是作奴也。周人既欠而失使尤甚，转古以百数，假郡国摩索不至。洛阳皆居在其秦楚赵之中，平人学士富家相经已久，假蜀过亦不入门，设任此等，故失使能至七千万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：俭色也。 PG 2281。注所引师姓史名，正义师史人姓名。注正义洛阳在其秦楚赵之中，其皆向平人，学于富家，相经以九甲诸国，皆数立礼亦不入其门，故前云：洛阳东甲齐鲁，南甲梁楚，是也。注集解汉书音义曰：未皆向居民无田地，皆相经九甲，在此诸国也。宣屈任氏之先，为都道仓吏，秦之败也，豪杰皆争取。今欲而任氏独教仓粟，楚汉相距荥阳也，民不得耕种，米食至万，而豪杰今欲尽归任氏，任氏以此其富，富人争奢侈，而任氏则节为俭，立田畜，田畜人争取贱甲，任氏独取贵善，富者数世。然任公甲曰：非田畜所出服衣食，公事不必则生，不得饮酒食肉，以此为履礼律，故富而主上重之。
注集解释广曰：高祖功臣有宣屈侯，所引为昭云。地名高祖公有宣屈侯，上林父云：西池宣屈当在今父，今却其地正义案，其地何在关内？张一云：宣屈公名在昆池西也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若今立都租古史上道书在所也。为昭曰：都道秦时边县名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叫音孝穿的隐藏也。注所引晋卓于争取见假金玉也，正义因假也。注所引为买物必取贵而善者，不争见价也。塞之赤也，为乔遥以至马千匹，牛备之，羊万头，粟以万中计。吴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击待子虔。子虔加以为侯，一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。为无言，是出捐千金代其袭食之。三月，吴楚平一岁之中，则 PG 2882。无言是之袭食备，用此复列关中。注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边塞主赤侯卒也，唯此人能致富。若此，所引孟康云：边塞主赤后之卒也。又按赤开也，相如传云：边塞亦赤是也。正义孟康云：边塞主赤后卒也，唯此人能致富。若此，言云塞赤者，言国赤开边塞，更令宽广，故乔尧的自其序幕也。注所引乔姓尧名，正义姓乔名尧也。注所引言乔尧因赤塞而致此资。风俗通云：马称匹者，俗说云相马即君子与人相匹，故云匹。或说马夜行目照前四丈，故云一匹。或说渡马纵横式的一匹。又韩诗外传云：孔子与颜回登山，望将一匹练，前有栏，是之果马，马光景一匹长也。注所引鸡因子鸡反，或甲也因土的反，与人物云鸡。周礼注：鸡所给予也。注所引土代反。注所引未出一的十倍。关中富商大甲，大抵进诸田，田色田蓝，为家立士安零度度士亦巨万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安陵及度二县名，各有度姓也。宣帝以度为度陵，此其章章有义者也。皆非有决意俸禄弄法犯奸而复进追埋去旧，与时抚养，或其盈利以末制财，用本守之以物，一切用文持之，变化有盖，故足数也。若致力农畜，功于商甲，为权力以成富，大者亲郡，中者亲县，下者亲乡里者不。PG 2883，可胜数。注集解徐广曰：
译一座书，又作教。夫欠色精力，至身之正道也，而富者必用其肾。田农绝业而勤养以盖一周，绝宜兼事也，而田书以起薄细恶业也，而还发用之富。行甲丈夫践行也，而庸乐成矣。饶饭之乳畜也，而庸薄千金。麦浆小叶也，而张氏千万。洒销薄计也，而致士鼎食。未富俭为耳浊事。敛其马衣浅方张礼集中，此皆成衣之所至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古拙字亦作绝也。注所引《汉书》作甲一周。夫前云：父为周之中第一。注所引《汉书》作姬发。正义还发人姓名。注正义说文语：带角者之，无角者高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雍一作翁。所引雍于公反。汉书作翁伯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洒或作戏。因按汉书音译。曰：至刀见明。所引上阴千里反，削刀者名。洒削为磨刀，以水洒之。右方言云：剑削，关东谓之削，阴削。削一一字读也。注所引晋卓云：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汤寻阳味，以墨浇。姜粉之气，暴食燥，则胃之腐，故易瘦而致腹。正义按胃，腐胃和五味而腐美，故易瘦。由是观之，腹无津液，则或无常主，能者服凑，不孝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兜之君，聚万者乃与王者同乐。其所谓素风者邪非也。 PG 2884。 所引数赞或直之力，工商事营废居善机，以婆邪营白归复国，既然强兵参朝请女住怀亲。素封千户卓镇其名。 PG 2285。 史记卷一三林太史公自序。昔在专区，命南镇仲以司天，北镇离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少仲离之后，始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仲离氏世续天地。其在周陈伯修府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其首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是典周史。会乡之贤，司马氏去周氏境。境中君随会奔秦，而司马氏入少梁。注所引南镇仲以司天，火镇离以司地。按张彦云：南方阳也，火水配也。水为阴，故命南镇仲司天，火镇离间的职。臣赞以为仲离氏是司天地之官，司地者宜曰北镇。古文作北字非也。
杨雄乔周并以为然。按国语离为火阵，以纯耀敦大，光照四海，又幽通富云，离纯耀于高星，则火阵为是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封为陈伯伯，修府字也。所引案众司天而离司的，是代续天地也。据左氏，众氏少昊之子离，乃专虚之应。二氏二正，所出个别，而使千亿欲合二氏为宜。故总于在周陈伯修府其后，非也。然后按后标之。续及干宝皆临司马氏，离之后氏也。今总称伯修府是仲离之后者，繁衍的及举天称离，则兼仲，自是相对之文，其实二官亦通直。然修府则离之后也，亦是太史公欲以史为己任，言先代。PG 2286天官，所以兼称众耳。正义扩地至于安陵故城，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亿里，州之城邑也。著正义司马彪序于南正离，后世为司马氏。著所引案司马下官卿，不掌国史，自是先代兼为史。魏鸿云司马氏周十亿之后，不知何惧。注集解张燕曰：周惠王襄王有子颓书代之难，故司马氏奔晋。注所引按左氏，随惠自晋奔秦，后乃奔魏，自魏还晋。故汉书云会分秦魏也。注所引古梁国也，秦灭之，改曰少梁，后名夏阳。正义按春秋，随会分秦，其后自秦入魏而还晋也。随会为晋中军将。少梁古梁国也，嬴姓，在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二里，是时属晋。自司马氏去周氏晋，分散，或在魏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魏者，相中山；在赵者，以传见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，名错，与张仪争论。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伐，因而守之。错孙晋是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晋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君，孩儿与之俱赐死杜游，葬于华池。晋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，当始皇之时，蒯聩玄孙养为吴姓君，将而训朝歌。诸侯之相望，王养于殷，汉之伐楚，养归汉，以其地为河内郡。昌生吴泽，吴泽为汉伯长，吴泽生喜，喜为武大夫，卒皆葬高门。喜生谭，谭为太史公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名喜也。注所引案合法圣晋书及司马氏系本名楷。正义合法圣晋书及晋乔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皆云名楷。注集解符前曰：是善传见也。苏陵曰：传首伯论而视之。
晋卓曰：“史记吴起赞曰：‘非信人连勇，不能传谏。”PG 2287。论兵书也，所引夫谦于待善谏也。按解所以称传也。苏林云传作博言首博论而视之，所以知名也。注正义古怪版，如淳云刺客传之蒯聩也。注集解苏林曰：首郡守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其所引上因七个反，下因纪姓反。汉书作其注集解文引曰：赵孝成时。注所引下因由，李齐曰：地名在咸阳西。按三秦纪，其帝后改为李李者也。注集解晋卓曰：地名在户县。所引晋卓云在户县，非也。按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。正义扩地至云华池在同州韩城县西南七十里，在夏阳故城西北四里。注所引按晋谯国司马吴季作司马氏系本云：蒯聩生昭玉，昭玉生县，县生养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张耳传云武臣自号武姓君。所引按汉书武臣号武姓君。注所引汉书云：项羽封养为殷王。注所引汉书作吴则并殷邑也。注集解苏陵曰：长安北门也。赞曰：长安城无高门。所引按苏说非也。按迁碑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。正义扩地至云高门园，俗名马门园，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。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。夏阳县故城东南有司马迁遗，在高门园上也。注集解卢纯曰：汉遗著太史公武帝志位在丞相上。天下纪书先上太史公，父上丞相，叙事如古春秋。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赞曰：百官表如太史。PG 2288。公茂林中书司马谈以太史成为太史令。所引按茂林书谈以太史成为太史令，则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。然称太史公皆迁称述其父所作，其实一迁之词而如纯矣。魏弘遗著称魏源在丞相上谬矣。按百官表又无其官，且修史之官国家别有着传，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而后人，不晓误以为在丞相上耳。正义与喜至灵云：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，自周至汉其职转卑，然朝会作位犹居公上，尊天之道，其官属人以旧名尊而称也。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至明，有子曰迁，又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公，又云
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又云汝父为太史，则续无祖矣。观此文，与喜说为常。乃书谈及迁为太史公者，皆迁自书之。汉旧疑云，太史公至两千石，促使皆至二百石。然暂及为昭桓谭之说，皆非也。以桓谭之说是在五本纪也。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受益于杨和，其道论于皇子。太史公是于建元远封之贤，敏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失备，乃论六家之要旨曰：助正义天官书于兴则唐都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淄川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儒林传曰黄生，好黄老之术。注正义部内反言云：备或也，各习诗书或于所见也。亦大传天下一致而百律，同归而殊途。夫阴阳如莫明法道德，此物为智者也，之所从言之义路有审不审耳。常切观阴阳之术，大祥而息忌讳，使人居而多。所谓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。PG 2289。别不可易也。末者简而难尊，是以其事不可昧循。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家言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简而善施真，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和无形，善足万物，其为术也。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如莫之善，搓明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失事，摩索不宜，止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，以为人主天下之以表也，主唱而成和，主先而成随，如此则主劳而成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见现，处聪明，视此而任术。夫神待用则节，行大劳则弊。行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注集解张彦曰：未易系辞。正义张彦云：未易系辞。按下二句是系辞文也。注所引按六家同归于正，然所从之道殊途，学或有传，习省察，或有不审者耳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祥。因按礼其曰：月令新官，是其之业也。所引按汉书作大祥，言我观阴阳之术大祥，而今此作祥于义为书也。正义故也亡于祥，善也吉凶之先见也。注正义言居术于日时，令人有所忌讳也。注正义为于墨宅之术也，上简后有隋朝子传其术也。
住所以内因变，内寻言难尽用也。住所以暗，名家流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义亦数。孔子必也证明乎？按名家之礼义亦数，是简也，受令不受辞，或失其真也。PG 2290。住所隐善因佛厌反。汉书作，但古今自异也。注集解如纯曰：知雄守辞，是去见也。不见可遇，使心不乱，是去见也。注所引如纯曰：不尚贤，绝圣极致也。夫阴阳四十八位，十二度，二十四节，各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未必然也。故曰：使人居而多畏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待经也。夫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。故曰：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注集解张晏曰：八位，八卦位也。十二度，十二次也。二十四节，就中气也。各有禁忌，谓日月也。夫儒者以六义为法，六义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理，故曰：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若弗列君臣，父子之礼，畜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异也。末者亦上尧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：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剪，彩船不刮，石土轨，辍土行，立梁之实，离惑之根。夏日隔衣，冬日露裘，其送死，同观三寸，举应不尽其哀。教丧礼，必以此为万民之律，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事一时宜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：简而难尊。要曰：强本节用，则人给家族之道也。此末子之所长，虽百常服，能废也。注所引案，自此以下韩子之文，故称曰：注正义屋盖曰辞，以毛覆屋。注所引为朝雨，采船立催也。正义采取为船，不刮消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六阴暗，浮前曰土归。PG 2291。用土作此器。注正义言云：鬼所以成犯也，行所以盛根也。土为烧土为之，即瓦器也。注集解张晏曰：一壶粟，七槁米为例。赞曰：五斗粟，三斗米为例。阴剌为朝曰：立坛也。所引浮前云：立粗米也。三仓云：量好粟。正义立粗米也，脱粟也，量粟也，未食脱粟之粗饭也。注正义离似或而表示，或豆叶也。注正义以桐木为冠，厚三寸也。法家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，
则亲亲尊尊之恩爵，亦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常用也。故曰言而少恩。若尊主非臣，民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著所引案，礼亲亲父为首，尊尊君为首也。名家苛察矫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绝于民而失人情。故曰使人简而善失真。若夫控民则实，参武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注及解夫前曰矫因敬教乎，未反也。如淳曰矫绕犹缠绕，不通大体也。注及解敬卓曰隐名则实，参错交互，明知事情。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亦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数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无诚意，无常行，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，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纲也。愚臣并治，使各自明也。其时终其身者谓之端，时不终其身者谓之款。款言五。PG 2292。听，奸乃不生，贤不孝自分，白黑乃行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？乃何大道，混混明明。光耀天下，复返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生也，所托者行也。神待用则竭，行大劳则弊，行神离则死。死者不可复生，离者不可复返，故圣人重之。由是观之，神者生之本也，行者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行，而曰我有矣，治天下何由哉？助正义无为者，守清净也。无不为者，身欲万物也。助正义各守其分，故易行也。助正义幽深微妙，故难知也。助正义任自然也。助己解为昭曰因物为治。助正义因时之物成法为业。助正义因其万物之行程度与何也。助所引故曰圣人不朽，至因者君之纲，此出鬼谷。此牵引之以成其章，故称故曰也。正义言圣人教气不朽，灭者瞬时变化。助正义言因百姓之心以教为直其纲而已。助己解徐广曰因款空也。因按理其曰生别名也。所引款因款，汉书作款款空也。故生子云款言无成是也。生者名也，以言时不称名，则谓之空。空有生也。助正义上乎本反。混混者元气，神者之往也。助己解为昭曰：生气者神也，知体者行也。
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至民。有子曰谦，谦生龙门，根木河山之阳，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，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看雨穴，窥九夷，浮于原乡。PG 2293。北射问寺，蒋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相射邹。一恶困婆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。于是迁士为郎中。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越穷则昆明，还报命。注集解徐广曰，在弘毅下阳县。因按苏陵曰，与所凿龙门也。正义扩地至于龙门，在同州韩城县北50里，其山亘黄河，夏禹所凿者也。龙门山在夏阳县，迁及汉夏阳县。人也，至唐改曰韩城县。注正义河之北，山之南也。岸在龙门山南也。注所引岸，迁吉是浮生，是学宋古文尚书。刘氏以为左。传国语系本等书，是一名古文也。注集解张晏曰，与寻受至会稽而崩，因葬焉。上有孔穴，明贤云雨入此穴。所引越绝书云，雨上茅山大会稽，更名曰会稽。张伯吴禄云，本名苗山，一名富府，与会诸侯济公，改曰会稽。上有孔，号曰雨穴也。正义扩地至于石庆山，一名玉寺山，又名宛尾山，即会稽山一患也，在会稽县东南18里。吴越春秋云，与岸黄帝中经九山，东南天柱，号曰宛尾。赤壁左阙之田，臣以文玉，复以磐石，其书精简青玉为字，编以白银，皆撰其文。与乃东巡，登衡山，写白马以迹。与乃登山，仰天而笑，忽然而卧，梦见秀衣男子自称悬疑沧水使者。却以富府之山，东户谓禹曰，欲得我山神书者，其于黄帝之月炎炎月之下，三月祭根，登山80。禹乃登宛尾之山80，乃得精简玉字，以水泉之脉。山中又有一穴，深不见底，谓之雨穴。史迁云，上会稽，叹雨穴，即此穴也。注所引《山海经》云，南方苍梧之丘，苍梧之泉，在引道。PG 2294。南岐山九峰皆相似，故曰九夷。张晏云，九夷顺葬，故窥之。寻上探雨穴，盖以先生所葬处有古策文，故探窥之。一艘采远矣。正义九夷山在道州。注正义远水出老州，湘水出道州北，东北入海。注正义两水出兖州东北而南隶鲁。注集解徐广曰，亦因亦县名有山也。婆因皮邹婆薛三县属鲁。所引婆本因番，今因皮
按铁切鲁记云，灵帝末有汝。南陈子游为鲁相。子游，太尉陈蕃子也，国人讳而改焉。若如其说，则蕃改婆婆皮身相近，后见俄耳。然地理至鲁国藩县，应少曰诸国也，因皮镇益州，县名益山名。益山在邹县北22里，地境曲阜，于此行乡，设之礼。扩地至云徐州藤县、汉藩县、殷藩。汉末陈蕃子亦为鲁乡，改殷皮。田切鲁记曰：灵帝末，汝南陈子游为鲁乡。陈蕃子也，国人为讳而改焉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元鼎六年，平西南夷，以为五郡。其明年，元丰元年是也。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风，而太史公刘至周南，不得与从。是故发愤且促。儿子迁世始反，见父于河洛之贤。太史公执迁守而泣曰：于先周氏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常显功名于余下，典天官世，后世终衰，绝于与乎？汝父为太史，则续无足矣。今天子皆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。于死，汝必为太史，为太史，无望无所欲论著矣。且夫小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终于立身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称颂周公，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，宣周少之封，达太望王继之思虑，远及公刘，以尊后继也。忧立之后 ，PG 2295。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修旧其备，论诗书，作春秋，则学者至。今则之，自霍陵以来400余岁。而诸侯相间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民主贤君忠臣慈义之事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。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？千扶手刘辟曰：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赐旧文，弗敢却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至于曰古之周南，今之洛阳。所以张彦云自陕以东，皆周南之地也。注正义与音域。注集解音案，年表鲁哀公14年过陵，至汉元丰元年371年。卒3岁而迁为太史令，抽史记时事金匮之书。5年而当太初元年11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史改，建于明堂。诸神受祭。注所引博物志，太史令茂陵显武李代子司马迁，年18、3年6月乙卯除，610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抽阴抽，所引如淳于抽彻旧书，故始而赐数之。徐广阴抽，
小言云：抽贵坠吉之也。著所引案，实是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。注集解理其曰：迁为太史后五年，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，此时述史记。正义案，千年四十二岁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封禅续曰：封禅则万灵往不应寺。因案为昭曰：告于百神，与天下更始者记于世。所以于喜至灵云：改立于明堂，颁之于诸侯。诸侯于神之主，故。PG 2296。曰：诸神受祭。孟康云：巨蟒祝融之属皆受瑞祭。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500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500岁，有能少名士。正义传记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，亦在思乎？亦在思乎？小字何敢让焉？著所引先人谓先代贤人也。正义太史公司马迁也。先人司马谈也。著所引案，孟子称尧舜至汤500余岁，汤至文王500余岁，文王至孔子500余岁。按太史公略取于孟子，而杨雄、孙盛生所不然，所谓多见不知量也。以为纯器育才，其有常数500之奇，何意顺其？是以上。黄相次或有万灵为贤，而唐尧舜与比肩并列，降及周氏。圣贤迎朝，孔子之眉迁在末寺，安在于千年500乎？据述作者，盖既著之至耳，其圣人之伦哉？著所引让，汉书作让。晋卓云：此故让字言己当述先人之业，何敢自贤直500岁而让也？上大夫胡遂曰：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？太史公曰：余闻董申曰，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庸之。孔子之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是非242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室而已矣。子曰：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者明也。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计，别贤宜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见不孝，存亡国，计绝世，不必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义者天地阴阳45行，故常于变。礼经济人伦，故常于行。书记先望之事，故常于政。诗记山川，溪谷禽兽草木聘母雌雄，故常于风。乐乐所以立，故常于和。春秋辨是非，故常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。PG 2297。是诗以达意，意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政，莫敬于春秋。
春秋文臣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分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矣。故亦曰：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故曰：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系之故也，其见久矣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守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世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备之空言而不敢辞。一一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与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敬畏然之前，法师以然之后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敬者难知。著所引案，遂为詹事，至两千石，故为上大夫也。著即解服前曰：仲书也。著所引案，是非为裸贬诸侯之得失也。著所引案，孔子之言见春秋尾，太史公引之以陈说也。空言为裸贬是非也。空立此文而乱臣贼子惧也。著所引案，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，设裸贬，则不如复见。于当时所应之事，人臣有见此篡逆，应就此比消以裸贬，深切者明而疏之，以为将来之戒者也。PG 2298。著所引公羊传曰：善善及其子孙，恶恶止其身也。著即解张晏曰：春秋万八千字，当言简而愚，陈述自悟也。因为太史公此词是述董生之言。董仲舒字至公羊春秋，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，故云文臣数万也。不得如张毅，但论经万八千字，便谓之物。所引案张晏曰：春秋万八千字，此云文臣数万字物也。裴英以千数众书所论公羊经传，凡四万四千，故云数万，又非也。小言云：使千起以公羊传为春秋乎？又春秋经一万八千，亦足称数万，非字之物也。著所引案，弑君亡国及分走者，皆是失仁义之道本耳。义者，语中之辞也。著即解徐广曰：义云差以毫厘，义云谋以千里。因案今亦无此语，亦未有之。
助正义其心实善，为之不知义理，则陷于罪疚。注集解张晏曰：赵盾不知讨贼，而不敢辞其罪也。注正义言云：为臣下所干犯也。亦云违犯礼义。胡遂曰：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。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以王之法。今夫子上欲明天子，下得守职。万事既具，贤各续其宜。夫子所论，欲以何名？太史公曰：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夫昔至淳后，作易八卦。尧舜之圣，尚书改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龙，诗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裸周氏，非独刺激而已也。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或福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亦服色，受命于穆卿，则流往籍，海外殊俗，众议款塞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甚道。臣下百官力送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是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，主上名圣而得步不闻，有私之过也。且余常 PG 2299。长其官，被名圣圣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数，堕仙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于所谓数故事，整齐其事传，非所谓作也。而君比之于春秋，六矣。注集解晋卓曰：唯唯，谦应也。否否，不通者也。注集解卢纯曰：受天命，清和之气，正义于阴屋。言云于叹此也。木美也。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亲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款寇也，皆寇塞门来服从也。如淳曰：款宽也，请出守塞者，自保不为寇害。正义重义，更义其言也。于是论赐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忧于雷邑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是余之罪也夫，是余之罪也夫，身悔不用矣。退而生。为曰：夫诗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私也。习昔伯居有礼，演周易，孔子恶陈蔡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者，离骚，左丘诗明绝有国语，孙子并角而论兵法，不为签署，是传吕览。韩非求情，说难孤愤，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亦有所欲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思来者。于是促述陶唐以来，至于灵止，自皇帝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天汉三年，正义案，从太初元年至。天汉三年，乃七年也。注正义太史公举李陵，李陵将也。注所引案，为其意引为而言曰也。正义诗书引为而曰：
审者，谦身为欲依其隐约而成其志意也。 PG 2300。 注集解徐广曰，在汤阴，注正义及吕氏春秋也。注集解张晏曰，武帝或陵，迁以为术士之端，上继皇帝，下至陵止，由春秋止于或陵也。所引夫前于武帝至雍或白陵，而注今作陵足行，故云陵止。迁作史记止于此，由春秋终于或陵然也。史记以皇帝为首，而云树陶唐者。按武帝本纪赞云，武帝上以然尚书载尧以来，百家言皇帝，其文不雅逊，故述皇帝为本纪之首，而以尚书雅正，故称。起于陶唐，为昔皇帝法天泽的四圣尊序，各成法度，唐尧逊位。虞舜不台，绝美帝宫，万世改之。作武帝本纪第一。注集解徐广曰，颛顼帝库尧舜。注所引台阴仪月也，或阴胎非也。注所引印少于，有本则记，有家则代，有年则表，有名则传。为禹之功，九州幽童，光唐于纪，得刘苗裔，下结银交，乃放明条。作下本纪第二。为契作商，元吉陈汤，太甲居同，得胜阿衡、武丁的说，乃称高宗，帝心湛免，诸侯不享。作阴本纪第三。注正义阴薛也。为契作纪，得胜西伯、武王牧也，时服天下，忧虑温暖。既丧封稿，临迟至乃落义不思。作周本纪第四。为秦之先，伯益左御，穆公司义，道豪之旅，以人为序，诗歌黄鸟，朝香夜地。作秦本纪第五。 PG 2301。注所引案豪吉小之意音吕诗吕也。正义木公封萧山军旅之师，始皇纪立，并兼六国，萧封驻渠为掩干阁，尊号称帝。今武任立，二世受孕，子婴降汝。作始皇本纪第六。注集解徐广曰，延安尚书萧齐兵驻以为中渠也。所引下音句，渠中也。秦师其道，豪杰并扰，项梁业之，子羽皆之，杀庆旧赵，诸侯立之，诸英被怀，天下非之。作项羽本纪第七。注集解徐广曰，宋义为上将，号庆子冠军，子羽抱月，汉行功德，奋发蜀汉，还定三秦，诸及业地，天下为民，改制易俗。作高祖本纪第八。会之早雨，诸吕不台，重强路产，诸侯谋之，杀矣。悠有大臣动疑，遂集宗祸。作吕太后本纪第九。注正义阴雨。注集解徐广曰，吾台府之德也。亦曰宜，亦也不为百姓所说。
所应虚广阴胎，非也。按亦应以此赞本喻，则以义为是。注集解虚广曰：赵隐王如意，赵幽王有。注所隐案，动是动达为义，言所共一也。汉既初兴，祭祀不明，隐王建作，天下归心，捐除肉刑，开通官粮，广恩博施，爵称太宗。作孝文本纪第十。诸侯骄恣，吴守为乱，京师行诛，七国服孤，天下熙然，大安应复。作孝景本纪第十一。 PG 2302。汉兴武士，龙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，封禅改正，朔亦服色。作经上本纪第十二。为三代上矣，年纪不可考，盖取之谱牒旧闻，本于兹于是略推，作三代世表第一。幽厉之后，周氏衰微，诸侯专政，春秋有所不济，而谱牒经略，五霸更盛衰，欲睹周氏相先后之意，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。春秋之后，裴臣秉政，强国相望，以至于秦，促并诸夏，灭封地，善其好，作六国年表第三。秦既暴虐，楚人发难，相氏遂乱，汉乃服役征伐，八年之贤，天下三善，事繁变息，故想者秦楚之际月表第四。汉兴以来，至于太初百年，诸侯费力分销，普济不明，有思靡种，强弱之源于一世。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作云矣也。天汉序传曰：场邑一或数积云矣。所引案种未记也。矣，自当作矣，是当作也，并物耳。云矣也，皆与注之词也。正一言汉兴以来百年，诸侯费力分销，普济不能明其四，有思摩所种继其后，乃于强弱之源于以事相待，相不能有所录记也。为高祖元公，辅臣无功，剖符而绝，则留苗裔，望其朝暮，或杀身与国。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。惠景之贤，为升功臣宗属爵邑，作惠景贤侯者年表第七。北讨强胡，南诛晋越，征伐夷蛮，武功元烈，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。诸侯既强，七国为从，子弟悉多，无绝封邑，推恩行义，其义消弱，得归京师。 PG 2303。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。国有贤相良将，名之师表也。唯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，贤者记其志，不贤者彰其事。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。为三代之礼，所损亦各殊物，然要以尽性情，通王道，故礼因人至为之结文，略写古今之变。作礼书第一。乐者，
所以移风易俗也。自雅颂身心，则以好正位之音，正位之音所从来久矣。人情之所感，远俗则怀。彼乐书以数来补，作乐书第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乐者所以感和人情，人情既感则远。方书俗莫不怀柔相化也。注所引案来古及古来也。言彼乐书以数自古以来乐之兴衰也。非兵不强，非德不昌，皇帝汤武以兴桀纣。二世以崩，可不胜于司马法所从来上矣。太公孙吴王子能少而明之，切近事及人变。作律书第三。注所引案此律书之赞而云：非兵不强者，则此律书即兵书也。古者师出以律，则凡出军皆听律声，故云闻声效胜负，望敌之吉凶也。注所引皇帝有版权之师，汤武有明条牧野之战而克桀纣。注正义古者师出以律，凡军出皆吹律听声。律书云：六，律为万事根本，其余兵械有所重。望敌之吉凶，闻声效胜负，故云司马兵法所从来上矣乎。 PG 2304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王子臣服，律居阴而制阳，力居阳而制阴，律力更相制，贤不容飘忽。五家之文服役，为太初之元论。作隶书第四。注所引案乎者，总文之为也。飘者，轻也。言律力穷，阴阳之妙，其贤不容思乎也。言飘，恐言自耳。正亦飘，匹摇反，今因匹爪反，自当作鸟。鸟何忙表也？呼一惭口出思也。言律力相制之贤，不容彼为戏之物也。注所引福音背，亦因福物反，福亦背也。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，各相背亦不同也。正义五家为皇帝专需下阴，周之力其文相立，乖亦不同，为太初之元论立律为是，故隶书自太初之元论之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论一作编心气之书，多杂迹详，不精推其文，考其印，不书笔，即论其形式，验于轨度以次，作天官书第五。受命而亡，封禅之符罕用，用则万灵往不因寺，追本诸神明山大川里，作封禅书第六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亦云答应，为与郡川九州幽宁，远及宣房，绝独通沟，作河渠书第七。为璧之行，以通农商，其极则顽巧，并兼资直真愚，激励去本驱末，作平准书以观世变。第八。注所引为璧之行，上璧阴，璧帛之璧浅也。
PG 2305。住所隐渊峭，上五官反，下苦笑反。泰国壁立，江南世事，文武忧心，古公王祭。何如是聊？兵符荆楚，夫差克齐，子虚痴疑，性品清越，吴国寂灭。家国之让，作吴世家第一。身履萧矣，上父侧为，促归西伯，文武士师，公关于公，谋权于忧，翻翻黄发，远享盈秋。不备科盟，桓公矣。昌九合诸侯，罢公显章。田看争宠，将信解亡。家父之谋，作齐太公世家第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萧因萧，萧又衰微。所引案徐广。注萧因萧，萧由衰微，其音讯不可知从出也。今按萧未为弱，而甚少，所谓声律虽衰也。正亦萧因萧，吕上之祖封于申，申吕后萧为，故上父为见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谋错也，由云缠结也。犬至前谋，幽昧不显，所谓太公阴谋。所引案谋未筹谋也，阴王又反。又为太公筹谋，为权谋于幽内不明者，为太公之阴谋也。正谋阴无标反，言吕上筹谋于幽权之策，为六韬三略阴伏妻，数之属也。注集解翻阴伯，毛长云翻翻，威勇武貌也。按黄发言老人发白而更黄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看一云间，解一座千，一之为之，周公随之，奋发文德，天下合之，辅翼成王。诸侯宗周隐桓之计，是独贺哉。三桓争强，鲁乃不昌。嘉旦金腾，作周公世家第三。武王克纣，天下为邪而崩。成王既幼，管蔡疑之，怀疑叛之，于是赵公律德，安吉王室，以宁东土。燕翼怪之谗，乃成祸乱。加甘棠之师，作燕世家第四。PG 2306。注所引魏王怪谗其相子之后，促为乱也。管蔡相五根，将应旧伤，及旦摄政，二叔不响，杀先放度。周公为盟，大任十子，周以宗强。家众悔过，作管蔡氏。家第五。注所引案系家云：管书名先，蔡书名度，或书名处也。注所引太任文王妃师子伯邑考鲁王管蔡，或鲁卫毛柳曹氏也。注正义蔡叔度之子蔡仲也。王后不觉，顺与世说，惟德修明，苗裔猛烈，百世享祀。元州城起，楚时灭之。其田既起，顺何人哉？作成起世家第六。收音于民，书风始易，身以伤乱，久才是告，及硕之身。
为请不宁，男子恶蒯聩，子父一名。周德卑微，战国既强，为以小弱，矫毒后亡。喜比康告，作为世家第七。住所隐为请公也。皆击子乎？皆击子乎？正言不用，乃反为奴。五更既死，周封为子。襄公商于鸿，君子孰称？景公迁德，迎获退行。梯臣抱月，宋乃灭亡。喜为子问太师，作宋世家第八。助镇一泓，水明。公羊传于宋与楚人齐战于泓之阳。宋师大败，君子大齐不鼓不成列，临大事而不忘礼，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亦云也，宋踢陈君身也。所以上阴侯臣，武王既崩，疏于一堂。君子讥民，促灭武功，离姬之爱。PG 2307。乱者武士，众耳不得意，乃能成霸。六卿专权，晋国以茂。嘉文公西归畅，作晋世家第九。助正义为晋穆侯太子名仇，少子名臣师也。助正义智伯，范中行韩魏赵，众离业之，无回皆之。因之既逝，周子迭之。周用雄义，雄取世序。庄王之贤，乃复国臣，既设郑国，班师华原。怀王克死，兰救屈原，好于信谗，楚病于秦。加庄王之意，作楚世家第十。助正义楚庄王都城。少康之子，石兵南海，闻声断法，原串与处，即守封。于凤羽之四，勾践困彼，乃用种离。加勾践以蛮能修齐，得灭强吴以尊周氏。作越望勾践世家第十一。助正义吴越春秋云，起十岁时祭与于越，立宗庙南山之上，封少康庶子吴虞于越，使词语至勾践迁都山阴，立语庙为始祖庙，越王遂废也。按今与庙在会稽山下。注所引原串元陀二音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封于山在武康县南，桓公之东，太史是雍，及青州河，王人是义，既重要盟，正久不昌，子产之人，少氏称贤，三晋清伐，正纳于韩，嘉立，公纳惠王，作正世家第十二，为季路耳，乃张造父。赵肃氏献衰序绝序，左文尊王卒为晋府。襄子困辱，乃秦智伯。主父生父，饿死叹绝。往迁辟营，良将士斥。家央讨周乱，作赵世家第十三。助阵一衰，楚为反。PG 2308。必万爵位，否人知之。即将木干，戎狄何之。文侯木义，
自下失之。惠王自今其秦攻之，既宜信陵，诸侯霸之。卒王，大梁王贾思之。家武左近闻声霸道，作为世家第十四。韩厥英德，赵武忧心。少厥立废，晋人宗之。昭侯显烈，生子雍之。宜非不幸，秦人袭之。家厥府晋匡周天子之父，左韩世家第十五。晚子避难，视其为元，因师武士，其人歌之。臣子的政，田和为侯。王建动心，乃迁于贡。家威宣能播卓氏而独宗周，作田敬重完世家第十六。周氏既衰，诸侯自行。仲尼道理费乐崩，追修经术以达王道。匡乱世反之于政，见其文辞，为天下治以法，垂六一之，统计于后世。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。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，周失其道而春秋作，秦失其政而陈涉发气，诸侯作难，风起云蒸，促亡其族，天下之端。自涉发难，作陈涉世家第十八。助政一周失其道，至秦之时，诸侯力势忽增强。陈高之台，薄势始积。屈亦世代，绝崇诸斗，立基富贵。王氏乃遂。陈后太骄，促尊子夫。家夫得若斯，作外戚世家时。九。汉既绝谋，秦幸于陈，越经飘清，乃封帝交为楚王、元都、彭城，以强怀嗣为汉宗藩。勿逆于邪，礼复少之。家有辅祖，作楚元王世家二十。助政亦由楚王交字也，祖高祖也。为祖师旅，留甲士语，为不所习，丧其今无。迎陵积旅，乃王郎邪，触武信其往而不归，遂西入关，遭立孝文，获 PG 2309。父王晏，天下未及，甲则已足，为汉藩府。作经验世家第二。十一。助政亦未助武也。天下已平，亲属既寡，道会先壮，时政东土。哀王善心，发怒诸吕，四军暴力，京师弗许。立之内营，或成诸父。家肥。古公作其道会王世家第二十二。楚人为我营阳，相守三年，萧何田府山西，推济种兵，给粮食不绝，使百姓爱汉，不乐为楚。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。助政亦未华山之西也。与姓定位，破赵拔旗，遂若楚人。续贺相国，不变不革。黎庶幽宁。家参不乏公经能，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。运筹帷幄之中，至胜于无形，子房计谋其事，无知名，无勇功，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。
作刘侯世家第二十五。六齐既用，诸侯兵从于汉，吕氏之事，平为本谋，中安宗。庙，定社稷。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。诸女为从，谋若京师，而伯反京河于泉，吴楚之兵，雅夫。住于昌邑，以恶其兆，而出尾以良。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。七国叛逆，翻平京师，为梁为汉，复爱京公，己获于祸。加其能拒吴楚，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。武宗继亡，亲属洽和，诸侯大小为藩，原得其宜，见拟之。世稍衰贬矣。作武宗世家第二十九。三子之亡，闻此可观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。末世真力，为彼奔逸，让伯饿死，天下称之。作伯夷列传。第一，晏字简易，夷无则奢，其桓以霸，景公以治。作管晏列传。PG 2310。第二，礼而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，韩非揣世情，寻义理。作老子。韩非列传第三。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，穰苴能生民之。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。非信连人勇，不能传兵论剑，与道同服，内可以治身，外可以应变，君子彼得焉。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。唯见欲禅，原籍子奢，上计匡复，五元分无。作五子虚列传第六。孔氏述文，弟子心业，贤为师父，崇人利益。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。殃去未世情，能明其术，强霸孝公，后世尊其法。作商君列传第八。天下患横秦无厌，而苏子能存诸侯，曰从以义贪强。作苏秦列传第九。六国既从亲，而张仪能明其说，复散解诸侯。作张仪列传第十。秦所以东攘雄诸侯，出李甘茂之策。作出李甘茂列传第十一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乡包河山为大梁，使诸侯敛守而视其者，未瓜之功。左穰侯列传第十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包一座师，南拔燕引，北摧长平，遂为邯郸，武安为绿，破荆灭赵。PG 2311。王翦之计。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。列如墨之遗文，明礼义之统计，绝会王立端，列往事兴衰。作孟子寻亲列传第十四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作坏。好客喜事，事归于薛，为齐汉楚魏。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。真冯亭以权，如楚以救邯郸之围，使齐君复称于诸侯。作平原君于卿列传第十六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以一作反。
太史公击平原曰：“立。”令至昏，故云真逢庭百泉，能以富贵下贫贱，贤能处于不孝，唯信陵君为能行之。左魏公子列传第十七。以身殉君，遂托强秦，使持说之事南乡走楚者，黄歇之矣。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，能忍红于魏齐，而信威于强秦，推贤让，魏二子有之。作范君蔡泽列传第十九，注集解徐广曰：红因后所引红火后反，红汝也。律行其谋，连五国兵，唯若燕报强齐之仇，雪其先君之耻。作乐毅列传第二十，能信义强齐，而屈体连子，用训其君，聚众于诸侯。作连颇令相如列传第二十一，闽王既失临淄而奔举，为田丹用即墨破走其节，遂存其社。即作田丹列传第二十二，能设鬼说解幻于围城，清绝路，乐四志。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。PG 2322，作词以讽谏，连累以争议，离骚有之。作屈原贾深列传第二十四，节子楚顷，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世情。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，曹子匕首，虏获其田，其名其姓，欲让亦不为二心。作次客列传第二十六，能明其话，因时推秦，遂得意于海内，思为谋首。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，为秦开的一息，北迷匈奴，聚合为塞，因山为固，建于中。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，恬赵塞长山以广河内，若楚权，明汉王之信于天下。作章尔臣于列传第二十九，收西河上党之兵，从至彭城，越之侵略梁的以苦项羽。作魏报彭越列传第三十，以淮南叛楚归汉，汉用的大司马英，促破子羽于垓下。作秦父列传第三十一，注集解徐广曰：低唐之名也，楚人破我金锁，而信伐魏赵，定燕齐，使汉三分天下有齐。二以灭项籍。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，楚汉相距拱落，而韩信为田颍川，卢绾绝及粮饷。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，诸侯叛项王，为其连子与陈阳，汉得以贤，遂入彭城。作田丹列传第三十四，功臣野战，或功归报，怪商有利焉，非独鞭策，又与之。托南作樊历列传第三十五，汉纪初定，文理未明，仓为主计，整齐度量，蓄律历。作 PG 2323，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，节言通史，曰怀诸侯，诸侯贤亲，归汉为藩府。
坐立深入。甲列传第三十七。欲降之秦楚之事，为周曾常从高祖平定诸侯，作父进款。陈列传第三十八。著所引蒯臣，上因裴，其字因从封邑，又因服喜羌族，都关中，合约匈奴，明朝廷礼，赐宗庙仪法。左刘敬书孙通列传第三十九。能崔刚作柔，促为列臣，栾公不结于义而被死。坐骑不栾。布列传第四十。敢犯颜色以达主义，不顾其身，为国家树长化。坐元盎朝。错列传第四十一。守法不失大礼，言古贤人，尊主之名。坐张氏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。敦厚慈孝，乐于言，敏于行，务在鞠躬，君子长者。坐晚十章书列传第四十三。守节切直，义足以言廉，行足以立贤，任重权不可以非礼。恼坐田书列传第四十四。扁鹊言一，为方者宗，守数精明，后世修循序服能义也，而仓公可谓敬之矣。坐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。为众之省，绝壁亡吴，遭汉初定，以田府江淮之贤。左吴王毕列传第四十六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吴王之王犹复省。吴楚为乱，宗属为阴贤而喜事，事相知，律师抗山东荥阳。坐魏齐武安列传第四十七。PG 2314。智足以应进士之变，宽足用的人。坐韩长儒列传第四十八。勇于当敌，仁爱士卒，号令不凡，师徒相知。坐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。自三代以来，匈奴常为中国患害，欲知强弱之时，设备征讨。坐匈奴列传第五十。直驱塞，广河南，破祁连，通西国，迷北胡。坐魏将军彪。齐列传第五十一。大臣宗室以持米香膏为鸿用节衣食为百利先。坐平津侯。列传第五十二。汉既平中国，而陀能及杨岳以保南藩，纳贡职。坐南岳列传第五十三。吴之叛逆，欧人斩毙，保守封于围城。坐东岳列传第五十四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今之永宁，是东欧也。注所引上英宝言：东欧被越攻破之后，保封于之山，今在武康县也。燕丹散乱辽贤，满收其王名，绝据海东，以及征藩，保塞为外臣。坐朝鲜列传第五十五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末翻音普寒反。唐蒙使略通夜郎，而穷则之君请为内臣受命。坐西南一列传第五十六。子虚之事，大人复说，
迷利多夸，然其指封建，归于无为。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。秦不叛逆，子长国之，以田江淮之南，安漂楚庶民。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。PG 2315。奉法循礼之力，不乏公经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。作循历列传第五十九。正衣冠立于朝廷，而余臣莫敢言服说，常如金烟，好见人。称长者，壮有盖。作集正列传第六十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作楷，自孔子卒，京师莫崇祥序，为建元元寿之贤，文辞灿如也。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。民废本多巧，奸诡弄法，善人不能化，唯一切言嚣为能齐之。作库吏列传第六十二。汉既通史大夏，而西及远蛮，引领内乡，欲观中国。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。救人于恶，正人不善，仁者有乎？不计信，不备言，义者有取焉。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义云不凯信。夫是人君能说主耳目，和主颜色，而或清净，非独色爱，能亦各有所长。作宁信列传第六十五。不留世俗，不争义利，上下魔所凝滞，人莫之害，以道之用。作华稽列传第六十六。齐楚秦赵为日者，各有俗所用，欲寻观其大志。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。著所引案，日者传云：吾已知诸国之俗，今主先生为祭司马祭主之事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作总三王不同归，似一个异部，然各以绝吉凶，略窥其要。作 PG 2316。归策列传第六十八。注所引三王不同归，似一个异部，其书记王，吾以记其义。今主少孙回取太后战归之杂说，辞甚繁芜，不能裁剪，望皆穿凿，此篇不裁之甚也。不依匹夫之人，不害于政，不防百姓，取予以时而习财富，智者有才焉。作获直列传第六十九。唯我汉纪五帝末流，皆三代统绝也。周道废，秦播去古文，焚灭诗书，故明堂时世金匮玉版图籍散乱。于是汉新萧何赐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文学彬彬稍尽，诗书往往闲出矣。自曹参见盖公言黄老而假身朝错名身伤，公孙弘已如显百年之贤，天下疑闻古，是迷不必及太史公。太史公人父子相续转其职，曰：余系余为先人常掌私事，显于唐虞，至于周，复典之，故司马氏世主天官。
至于于乎，轻念哉，轻念哉。网罗天下放诗九文，王气所兴，原始茶中，见圣官衰，论考之形式，略推三代。陆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者十二本纪，纪科条之矣。丙时易逝，年差不明，作时表。礼乐损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际，臣必通变，作八书。二十八宿还北辰，三十伏共一股，运行无穷，辅伏古宫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。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服役倜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太史公书。序略，以时宜不易，臣一家之言，绝邪六经一传。整其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附在京师，嗣后世圣人君子。第七十，注集解如纯曰：刻玉版以为文字。PG 2317。注集解如纯曰：章，隶属之章数也。臣者，权衡仗尺。胡斗之平法也。赞曰：茂陵书，丞相为公用，陈述其中。言百公用才多少之量及制度之成品者是也。注所引盖信也，古何反？注所引案，此天官非周礼以载天官，乃谓之天文星历之，是为天官。且千十离之后，而离世后亦总称众离，以众本司天。故太史公代掌天官，盖天官统太史之职。言史是历代之职，恐非时事。然魏弘以为司马氏，周时义之后，故太史谈于与之。先人周之太史，盖获得其实也。注所引案，旧文有遗失放逸者，网罗而考论之也。注所引案，并实则年历差疏，亦略言，难以明辨，故作表也。注所引案，兵权及律书也。迁眉之后，王主少孙矣。律书补之，今律书亦略言兵也。山川及河渠书也，鬼神风禅书也，故云山川鬼神也。注集解因案，汉书因义曰：向皇帝以下三十世家，老子言车三十辐，运行无穷，以向王者如此也。正一言于此说非也。言西星共绕北辰，诸福贤归车，于臣尊辅天子也。注所引己因记，言服役倜傥之士能立功名于当代，不后于时者也。注所引案，还谈于迁所著书臣，以示东方朔，朔皆属。曰：太史公，则谓太史公是朔称也。亦恐其说未尽，改。迁自尊其父著述，称之曰公。或云迁外孙杨运所称，是或当耳也。注集解理其曰：六义也。所引案，汉书作补阙。
此云亦为哺六翼之雀也。注所引千年以所传取邪于六经一传诸家之说耳，千不敢。 PG 2318必经一也。一传者，如子夏一传毛公诗及韩英外传浮身上书大传之流者也。注正义太史公传史记言其邪于六经一文，整其诸子百家杂说之语，千不敢比经义也。一传未如秋明春秋外传国语，子夏一传毛公诗传韩诗外传浮生尚书大传之流也。注所引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流经师也。穆天子传云：天子北征，至于于玉之山，和平无险，四彻中神，先望所未测。府。郭璞云：古帝王藏册之府，则此未藏之名山是也。注所引以嗣后圣君子，此语出公羊传，言夫子至春秋矣。嗣后圣君子亦有乐乎此也。注集解因案，魏宏汉书就一注曰：司马迁作景帝本纪，即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作举李陵，陵将匈奴，故下迁残事，有怨言，下欲死。太史公曰：于树立皇帝以来至太初而弃，130篇。注集解因案，汉书因义曰：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张晏曰：迁眉之后，王景继武继李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，将向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规策列传附近款列传。愿臣之贤主先生不却，作武帝纪三王世家规策日者列传，言辞笔漏，非迁本意也。所引案汉书曰：十篇有录无书。张晏曰：迁眉之后，王景继武继李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归策传附近等列传也。按景继取班书补之，武继专取封禅书，李书取徐清理论，乐取李乐记，兵书王不补略数律而言兵，遂分隶数以赐之。三王系家空，取其策文以积此篇，何律略且重，非刚也。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意，而论司马记主归策直太后所得战归诏杂说，而无比消。PG 2319之功何无比也。